2022年11月28日，贡献您的才华，减少诈骗悲剧的盛创娱乐防诈骗公益微电影比赛正式启动。在此，我想对所有的参赛者说，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难免会有挫折，但是只要我们不轻易放弃，只要我们坚持地走下去，我们总可以在未来的一天重新写我们人生的戒记。电影不只是展现才华的媒介，大家也可以利用电影的力量来帮助减少社会的问题，来让这个世界可以拥有更多的幸福与美好。让我们继续为减少诈骗的悲剧而努力，虽然我们阻止不了诈骗的继续发生，虽然我们个人的能力有限，但是只要我们肯负起我们的责任，只要我们肯尽一分力，我们还是可以帮助减少诈骗的悲剧。感谢大家。